我爸妈，我会亏欠你们吗？还是怎么的？啊，住这种地方，但是到我的那个地方有住有吃的有住的吗？我们两个都变瘦了。来，帅哥姐们，我们在公屏上打一波正能量，谢谢谢谢。你看子姐瘦的更快，比我更快，她自己舍不得吃，她自己舍不得喝，她脚受伤了，哎呀，跑去买菜，跑去卖菜，不是吗？我都说了不要去了，她的脚痛，对吧？休息一下吧。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。那我说的是实话，不是吗？你说这些给阿川听干嘛呢？那我就是想说出来，怎么了嘛？我是真的不知道你们过的是什么日子，真的说实话。而且刚才我说 我今天让你来接我，这样子那样子，他都不愿意，他都哎这你说我，他说不好意思这样子那样子的。我真的不敢想象你们这段时间过的到底是什么日子，嗯。阿川，我们都挺好的，你就不要这样说了，我们过得都挺好，而且我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，你就放心吧，你就不要跟叔叔阿姨他们说我们在这边。我什么话也不说了啊，赶紧玩你们的东西，对吧？等一下我先厕所。前面是我们两个啊，前面我们两个是住一个小小的房子的，然后我们两个也没有交那个房费，然后我们两个就被搬到那个窗子前面睡了，有一个台，然后来，我们6000多人把赞赞点起来，帅哥姐们，然后打一波正能量好不好？那我想问问你们平时靠什么谋生啊？靠什么谋生？卖菜。一天到晚经济来源是什么？嗯。我现在学会，我现在都在学东西啊，哥，你放心吧。你学啥啊？你都挺好的。你学啥了？我想问你学啥了，啊？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，谢谢你的关心。他就是倔强，知道吧？我想问你们都学到啥了？在外面学会卖菜，就学会卖菜了，啊？卖菜挺好的呀。天天卖菜的那些。都是阿姨，我们两个年纪轻轻的，我们两个就干上了这种事情。我真的，我让他不要干这种事情，我们两个还是搞好好的去找个靠谱一点的上班。他说慢慢来这样子，卖菜也卖不到什么钱，每天都是那样子，有些时候都卖不出去。那还叫在外面学到的东西吗？我想问你。卖不出去的那些菜都扔了。给别人家的主持，你们不要管好不好？你们管那么多干嘛嘛？我都说了，我会一直在这里好好的。我真不敢想象，你们没有经济来源是吧？没有收入，你们是怎么生活下去的？嗯。两个人天天吃面包。天天吃面包啊！出来之后。吃面不是挺好的吗？哎呀妈，我们在家里面。能吃得到什么？我们在山上的时候能吃得到面包，至少能吃得到饭呀，能吃土豆，能吃饭，有汤喝，有白菜汤喝。而且我们住的挺好的呀，我觉得我们在山上的时候有好吗？有什么好的啊？我一样都不足了。我这么在你们在里面在外面干，说实话，今天就学到了一个啥嘛，嗯。学到了一个卖菜，就啥也不会。卖菜他也是有技巧的，啊。说卖菜也是一门技术活，你以为你摆着菜谁来买吗？啊。你不认识人，他能买你的东西吗？啊。你不管啊，川，这些你不管好不好？我知道你是关心我们才会这样子。而且我也知道你是关心我们才会过来，但是我没事，真的我们没事，而且我们两个现在没有关系了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想连累任何人，也不想麻烦任何人。那我想问你，当时你在，我当时就是老抓的时候，我们直播的时候，我当时也是在直播是吧？你当时当着直播间所有叔阿姨姐妹说的啥？既然我们哎，是不是没有那层关系了是吧？但是。你认我当哥是吧？嗯。是不是亲戚？嗯。别人我会管吗？
会问吗？我们是从小长到大的，从几岁到现在，啊，二十几年了。嗯。想过没有啊？你们过成这样，到现在我还没跟我爸跟我妈说这个事。对，你不用跟叔叔阿姨他们说。如果说我一说，到时候啊。你不要跟他们说。你家里面人知道了，又会怎么去想？我家里面的人，他们不会去想什么，但是我小妈会来说我的，会把姨妈带在这里，怎么怎么样。所以你就不要给他们说，好不好？你不说，你可以，你要证明给我看呀、啊！啊，证明你能在这城市里面有生活下去的，是不是？能生活下去啊？我怎么去证明给你看啊？每天吃面包啊，都快生活不下去了，还要证明？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。真的，我相信会越来越好。你就不要管了，你看我们出来那么久了，还不是照样这样子也过来了，对不对？快了，快了，我就可以找到工作了，找到工作就好了。你就不要告诉叔叔阿姨他们。自从我从老家出来，我就想清楚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不管在外面怎么样，多累多怎么样，我都会坚持。你给我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，好吧？其实他也是那种，他只是没办法而已。你厕所在哪儿？我上个厕所。厕所在哪儿？在哪里？要哭你哭什么哭啊你？不能说，你赶紧跟阿川，你不要把什么都告诉阿川好不好？本来就是这样子的，告诉阿川怎么了嘛？你小声，你小声一点，你什么都不要给阿川说好吗？我就给他说怎么了？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的。你不要动不动就什么都给阿川说，这样子都很不好的，知道吗？哪里不好了？那你呢？那你以前还不是动不动的什么都跟阿伟哥说？我们好好的在这里不好吗？好好的在这里，找个工作上班。好的，在这里，你偏要在这里吗？你去另一个城市不好吗？啊？你要在这里干什么？另一个城市也不好的吗？啊？只有在这里能生存了吗？啊？你跟我说一下。我是不会走的，我跟你说。你是不会走的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在想什么？你心里面有谁？你心里面在想什么？你以为我不清楚吗？该放下的就得该放下，知道吗？要懂得放下，要懂得。就得不来劲。我会坚强起来的，帅哥姐们。旧的不去新的不来，知道吗，伟阿子姐？什么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？你看嘛，说了那么多，你还不是为了？我不想说什么，说什么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好好的。你就是不听我的，你就是自己有自己的想法，那就你说。你就不要等一下，不要什么都给阿超说，你就说你跟他开玩笑的，就好好的让阿超回去，可以吗？我真的不想走，哎莫。你真的不想走是吧？我真的不想走。不想走是吗？我必须带你走。走了不是很好吗？来，帅哥姐们，支持阿紫的在公屏上打一波支持，好不好？支持阿紫的在公屏上打一波支持，谢谢你们对阿紫的支持还有信任，谢谢。要坚强，好的，我会坚强的，我会坚强起来，会好好的，帅哥姐们。谢谢点赞，对你们支持阿紫的，在公屏上打一波支持，谢谢谢谢。支持不走，支持不走，是不是？
你们说支持走还是支持不走，你们来定，你们说走我就走，你们说不走我就不走，因为我一直都是听你们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支持走还是不走？来，我们支持走的就扣个一，支持不走的就扣个二，好不好？支持走的就扣个一，不支持不走的就扣个二。没人支持你的，你也放弃你这个什么不走对不对，乱七八糟的网络玩意也该放下了，我们自己去努力吧，自己去工作，什么都不要。天天直播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没有人支持你。你先别说了。你是不是觉得什么都支持你啊？也不要说话好不好，一梦。没有人支持你的。你先别说了，赶紧收拾跟我走，好吧？你去了，我那边给我给你安排一个工作。我不去。为啥不去？我有叔叔阿姨们粉丝们，我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支持我，支持我不要去，我不去。你不去，我，你觉得我信吗？啊？虽然说是你直播间有这么多人，但他们一直都很支持我。怎么支持了？能看着钱吗？啊？他们都叫我带货什么什么的，他们一直叫我去学。那他们支持你了吗？他们买了吗？啊？他们学会了吗？啊？不信你可以看啊。他没有学会，我跟你讲。我都说了，叔叔阿姨都在支持我。阿川，我跟你讲，他直播间里面的人全部都是带节奏的，带什么阿伟的，这样子这样子的。他没学是吧？我看你弄，好，看着你。我跟你说，你不信你可以看，我都说了，我叔叔阿姨都在支持我，而且我最近都学习了，学习了带货，给叔叔阿姨们介绍。谁会支持你？你学习啥嘛？你学习，啊？